今天是本会庆祝七十周年的以及青商会十周年的纪念晚宴。那各位现在也可说是进入一个资源整合的时代，我们的企业呢在任何投资已经进入四个 I。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任何投资，一个是 investment， 都是要创新，掌握当下，展望未来，共谋献策，做好规划工作。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代表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热烈的祝贺居然中华总商会庆祝成立七十周年，以及青商会青商团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我相信在当时的陈成龙的领导下，贵会的会务必然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